isso aí.
所以一个月花一万多块，对不对？花十八天来过了。嗯。嗯，多花在球鞋。他有一阵子跑香港网球，然后我说我从他说你是以前打过，他说没打过，我说那你先留下你的电话，我就打我。我以前不过还好，我没有花这么多。嗯，我像礼拜天早上我是当教练，免费的。然后礼拜三当董事长的教练，免费。所以我都是没打没打没打。六十，你扔吧，你给。
你搞去跳舞，又回家去干嘛？不是，我说没打车上啊。一下子没有，我没打车上。没打车上六五车。六五车，六五都没打。你们，你们热过了，热过了。